这个夜盾敲不敲？算了，夜盾不敲的吧。按零炮吧，对吧？六炮，行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设计师盯着炮手削，下个版本削废了，乐普丁也废了一大波的。哎，我就两件装备啊，这把六炮。摆摆摆，先摆先摆，不着急。我有一丝血没给他弄。我摆三瑞拿弓爪连胜了，不然你弓拿不到，没有轻羽，炮手是打不出输出的。炮手的核心装是旗子和轻羽，这种肯定是往叠加走的，他一定要攻的，所以我要开摆。我拉了人口就赢了。这把肯定很快能四炮锁血的，所以血是无所谓的东西啊，兄弟们。这把的血是无所谓的东西。84、88，这家双攻肯定不会要攻的。92，他要输四个才会比我低。24个才会比我低，这个攻可以给的，这波可以给的，控下血，这波可以给的。这个血卖的可以的，少卖一波也是挺好的。他要出四个才会比我低，他要扣8点血，所以我这轮可以输，但是少扣点血，然后赢了也能接受。OK， 他肯定输不到四个的呀，80，这家肯定不要攻的，他双攻了已经，所以我这波就直接稳定拿攻，不要没有攻，这么远，下个献祭猪吧。塞纳就少一个那个路易的羁绊嘛，无所谓的。现在就齐安娜可以的，现在齐安娜多个格子可以带齐安娜，我八人口就可以六炮齐安娜三按零了，啊，两按零，强啊狮子哥，快杀完了，牛啊！真地反，运气真地差，能接受吧，兄弟，64血能接受。那爆水滴我怎么活？真别来，水滴是最没用的了。哦，还有更没用的，腰带也，腰带比水滴还没用。全套可以。让他们排成一列，我来让他们下跪。哎，有藤藤。哇，哦，是成双了，丢壶啊。打不过他，好像他好是成双，差点输了。说真的，好是成双，这菲流斯有强度，太有强度了。我能不能来一个好是成双？我这阵容对于高端购物的需求不是很大吗？说说，高端购物要看情况的，我只要男枪这种四费卡，我都不需要五费卡，我要高端购物的意义是什么？没有意义。转连胜，想我们了吗？想看个火球吗？这阶段的四炮好像变弱了。三重骑好一点，有前排。这个阶段上四炮是一种边路，后面肯定是要六炮的，但是得看上的时机。我现在缺前排，我去上个四炮。哦，但是这两星小天才哪里来的？啊，两星小天才，打都打不动两星小天才，两星小天才加叠加三杠三，我的大哥。
你吃了吧，好吧。四幻境龙族小天才双龙三杠三这个质量呢，有点离谱。我这波连胜没转出来，有怪物。哎，我有两星小天才。青龙是什么？哦，养不起。南墙怎么上啊？哦，把他滚！小天才带一个暗灵转吧，还是南墙带暗灵转？多少生命？750生命，那南墙带吧。南墙暗灵转，暗灵转就得空个格子给旗子。你们觉得南墙为了750生命合不合适？不是很合适吧？我觉得小天才带吧。南墙三神装好了，小天才带。下个人口就可以开六炮了，八人口六炮。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六炮了，可以吧？先溜着再说吧，怎么样？爆点好的装备啊，给男枪。得力也来。分论先喝。然后菲诺特兹传送门也可以喝。先给谁？传送门给你吧。先给。小天才拿枪换不换位置有什么区别吗？没区别。什么区别？这是同行吧。肯定不等的呀。你们怎么老想着等啊？54血老想着等，等了不就死了吗？本来是全部都两期，很公平，一下子进入了一个不公平的状态，一下子不再公平了。你的狮子狗很稳的，这是炮转狮子狗，你不要忘了，这是炮转狮子狗。你给他一起合理吗？狮子狗伤害第一啊，兄弟，在他死的时候，一瞬间他的伤害是全场第一名。这狮子狗吃两期配的吧，这叫资源合理分配，不患寡而患不均啊，兄弟们。就这样，不患寡而患不均啊。哇，这家怎么两星男枪六人口啊？兄弟们看到没有，这个逼作弊，你们看到没有，作弊还输了。他们六人口两星男枪怎么掏出来的？你新人路队又不是高端购物，你这样作弊的。六人口掏了个两星男枪出来，全二六人口，我靠，究极血作弊。瑞尔一定要放这个位置的，好吧，不要什么旗子不旗子的，瑞尔一定要这个位置，要么男枪位置，要么这个位置，不然前面没人了。瑞尔不能放底角的。六人口两星男枪，我他妈见都没见过。我每个人都有装备，每个人都能吃这个原计划植入的完美。这 EZ 难道还能逆天？哇哇哇哇，真的假的？没事，烧死。五级两星飞机，你是人吗？兄弟，你当个人吧。这人六人口不掏出个两星男枪，我感觉我吃了这把。我现在就看我八级能不能两星男枪。本来我吃了，他六人口掏出个两星男枪，我懵了。泽利干什么？泽利上九之后用的。泽利单卡很强的，你不要想看泽利。我是吃过泽利的福音的，泽利的单卡很强的，不要看不起泽利。
什么好事成双的含金量，他根本打不过我啊，管你什么好事成双，你两炮就是废物呀。哦，光明轮啊，64款肯定能随个好的吗？这个能，这个会怎么样？我谢了，两个能重复吗？不行的吧？不是，他会不会重复啊？会不会重复试一轮不就知道了吗？是不是三次？然后我再给他卸了，对吧？哦，给不上去，哦，给不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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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能带一个。这个没有用，这个夜盾敲不敲？算了，夜盾不敲的。啊！没事，双正义可以结束。气急败坏，敲了个无尽出来。我手贱了，我应该先敲的。他比赛开始了，我有点急，我先给上双正义了。我觉得应该不会比双正义更好的，结果手贱了，真的。上人口，接着上人口，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，我滴个屁的男枪，六只男枪滴个屁啊，上人口上人口，当什么男人，人马都没，炮转叠加是什么鬼东西啊，玩的这么花呀，这个人是不是那个六级两星小天才加叠加的那个，现在啊，是的，现在要死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嫖了一张，牛逼！不想换桌的原因是我需要前排的，正常前排要有一个那个的，正常前排要有一个人马的，我现在没有两星人马，哪怕是什么，一定要有一个能冲上去的帮我扛住这一边。对，他可以是那种只能扛一下，但是不能让他第一目标直接打我的男枪什么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吃了，我觉得是吧？两星男枪上九吃了，上九就是这个上去，然后朱换人马，这个上去，两星男枪能给吗？可以给，完美啊！装的。那不吃了吗？其实没什么用，这东西给挖没什么用，因为叠不了几下。能不能左右各一个重器啊？小天才少吃一个。厄斐琉斯滚出来吧，男枪站中间去，厄斐琉斯滚出来吧。我一定要均衡啊，我不能接受不均衡，一定要均衡，就是大家都是吃两层，大家帮我看一下怎么样，大家都吃两层而没有一个人吃三层。我有强迫症，如果有人吃了三层我会很不舒服。然后同时左右各一个重器的话，这样他两层对吧，这种挂件不算啊，两层人均两层，完美，就这样，然后这样换，很完美，很完美，太完美了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你不均就会炸。你可以没有，但你不能不均。给我男枪，搞得你能赢一样，吹的男枪。刘思也两层呀，很完美啊。直接原地融化。这个泽利等会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留了，你看这个塞纳是零伤害对不对，那么废话。哦，这男枪第三名啊，六人口两星男枪第三名啊，四炮开出来了，
最强阵容了吧？这样就少个怒意，怒意不要了。哦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又被你吹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对对位，我的显得很蠢。你注意看泽利的伤害，好吧，我把面板开在这里，你注意看泽利的伤害。你们可能觉得泽利不行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他开始攀升了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输出啊？男枪也才2600，他1600现在，这塞纳做得到吗？肯定做不到的。法爆不给挖飞，你在说什么兄弟？法爆给挖飞，我旗子没了呢。保险起见，卡张龙，以示尊敬。刘思可以带。我打他，尊敬一下，尊敬，换个位置。狮子狗伤害最高，吹啥？吹哪？吹小天才，还是人均二，很完美。哎，我男枪怎么又去了？哦，小天才去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根本不可能输，他不吹起我，两金亚索也没啥用。分论亚索，你别说，这两金亚索。这两星亚索把我斩掉了，你别说。fuck， 他妈输了，不要啊！谁能带啊？哎，谁能带啊？坏了，这次真的要不均了，兄弟们。我好像少吃了个棋子，中间那个。位置换了以后，关键是他还不换位，哦，我这波好像又输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得认真对位一波，不然我真输了。我得认真对位一波，我先想好，想好怎么换。亚索处理一下亚索，谁能处理一下亚索？我真猛啊！真的好猛啊！他为什么有这个强度？龙女卖八冒险，等会我们这波得赢。他真的不动的这个零分位置，我虽然没吃到那个，但是男枪无所谓，吃不吃？这波你还能赢吗？强度好高啊！强度真的高啊！强度好高啊！我靠，装备越来越多了，我越来越没有用的装备。真的不换呢？不行，男枪被控了，控死了。没事，能不能吃？能不能吃？还有两点血，又买了两只龙女啊！好累呀，兄弟，我也想搞个三星狮子狗啊。他真的不动的，后手零分，这波不好搞，这波最后一秒要对他的侠的位置，我得放这里。谁还三格装备？老鼠是三格装备，放这里。没换呢，那个火炮狮子狗跳进去，少吃一个那个旗子，火炮狮子狗单吃一个旗。这波好像要输，感觉要输，被控太多了。
怎么这么输了？这家怎么这么有强度啊，兄弟们！我终于有提升了，老星肯定放不出大招的。亚索秒的，这个亚索真的好猛啊！这亚索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帅收！我靠，这冒险侠这么狠啊！八冒险，而且他这个零分还用的不好，我男枪缺把无尽，说真的没有爆发伤害，两个正义还好是光夜之分的，不然的话人没了，真的。